不贪求，心满足。女孩子稍微化化妆，人家看着很漂亮，如果浓妆艳抹的，走出来像个什么样子啊？什么东西过头了，就没有了美感。所以吃东西的时候要想到，我少吃一点，我够了，一碗汤喝两口真好喝。如果你把一大碗都喝下去，你还有胃口吗？所以中国茶文化里，过去上茶都是一点点来的。喝茶可以看出你的品质，看出你的风格，这些都是有窍门的。拿一个盖子慢慢的把茶叶弄弄，就看你的稳重。如果你今天来跟别人谈生意，他看你喝茶的样子，就知道你的为人素质。中国茶道文化和饮食文化在桌子上都是一样的。你慢慢地把茶杯拿起来，手不抖，说明你今天心不慌。然后你很耐心地把茶叶去掉，慢慢地用嘴巴吹一吹，再慢慢地喝下去。这叫什么？胸有成竹。你今天能够这么稳得住，你这个人做事情一定能够成功。你看我们现在有的人拿起茶杯就喝，马上烫的全部吐出来，这种人能够做什么事情啊？学中国的文化，学佛教的禅，都是一种意境和意念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讲，少吃一口是原则，经常说我够了，我饱了，就是圆融啊。我们要住得简朴，一个人住得越简朴，越是容易开悟。这句话怎么理解呢？住得简单一点，怎么会容易开悟呢？因为经常忆苦思甜啊。我有一个房间住，我够了，我住得很简单很简陋，我出去看见什么都开心，因为家比较简陋，到外面看什么东西都有兴趣，都觉得很好。如果你的家很豪华，你到外面看什么都不满意。所以住得简朴，能够对社会产生感恩心。同样，因为你自己吃苦了，家里很简朴，你到外面会有一种同情心。想想很多人还没有地方住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把自己弄得太奢华，这样你会没有慈悲心。最后讲行，衣食住行。行不仅仅是走路，行是行正道。一个人走路要行正道。人间什么叫正道？就是不要去贪人家的小便宜。你们去看，经常贪人家小便宜的人就会走偏道。师父跟你们经常讲，不要想着这里可以省几毛钱，那里可以省几块钱。师父教育你们，让你们不要去贪。如果你们经常这样做的话，你们的心会变得非常的狭窄。有些老人家的心态就不好，两块五在澳大利亚能够坐船、坐火车、坐公共汽车，他今天花了两块五，今天出去就要办理五六件事情，要把这个本钱做回来。他拥有这种心态，你说他的身体会好吗？今天出去办一件事情，想什么时候去办就什么时候去办，就两块五，付了也就付了，结束了就结束了。为什么为了两块五我要去五六个地方，要这样折磨自己，弄得自己很累？人就是要懂得不贪便宜，
叫不贪不求，该你的是你的缘分，不该你的很多就是恶缘。今天这个人跟你好是善缘，这个人今天不愿意跟你好，你硬要去跟他好，可能就是恶缘。所以看见人间所有的物质，橱窗里的东西很想买，你们要培养自己不想买任何物品的习惯，不要去想，经常想着自己够了。到商店里去干什么？你们难道没有衣服吗？难道没有床吗？难道家里没有吃的吗？那还跑到商店去转干嘛呢？那不是浪费时间吗？学佛人要经常想着自己什么东西都有了，不想买任何东西。一个小孩子说，我什么都够了，这就是心满意足，这种孩子就过得很愉快。不满足你才过得很痛苦啊，看见什么都满足了，都够了，这种人才不会去贪。不贪的人不就是知足吗？知足的人不就是常乐吗？你们去看那些法师，他们就是用师父经常讲的这些戒律来严格要求自己。他们从来不逛商场，他们不去买东西，他们觉得什么都够了。师父看到一个法师到师父这里来，拿出帮同修带来的几封信，他把自己背的包袱全部抖出来，师父看了都掉眼泪。里面有一包小纸巾，一个小手电棒，几封信，还有一个小的塑料口袋，里面放了一点点零钱，还有一小盒万金油，哪里痛了就抹一抹。这就是他们一生的家当。跟他们相比，我们贪了太多，师父看了心里就很痛，这就是苦修。你们要知足啊，如果不知足，你会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难过，知足了，你就会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幸福啊。当一个人感到幸福的时候，他才会感恩这个世界，感恩社会，感恩自己到这个人间来，感恩大家都在成全自己，才会给自己修心修行带来法喜。师父要你们在心中对钱财没有欲望，对物质没有欲望，经常在心中说，我不需要，我够了，你才能在心中制止自己的欲望，有效地约束自己。钱够用吗？够了。物质还要不要？不要了。你的心中没有欲望，你就能够克制自己。很多母亲说，孩子只要对我笑一笑，我就满足了。妈妈的这个欲望越小，她越不心痛啊。很多父母想，我从小把她养大，她现在怎么这样，不理睬我啊？她就这么寄点东西回来，也不回家看我。这样想了后，父母心里就很痛。很多母亲欲望很小，逢年过节，孩子从很遥远的地方给自己寄点保健品，自己就很感动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克制欲望。人一旦有了欲望，欲望就会控制自己，这就要先克服欲望，降低欲望。每个人要把欲望先降低。过去贪求的现在还有吗？我们小时候贪了多少东西，我们现在还有吗？我们小时候要了多少东西，新书包，新衣服，新铅笔盒，在学校里跟同学攀比，心眼很小，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
当上了三好学生，至少昂首挺胸一两个月。其实这些都是贪，贪来之后又没有了，现在找也找不到，所以贪心少，烦恼就少。贪心一定要少，你的烦恼一定会少。